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是不会出来的。看来，最笨的方法，就是最有效的方法。你觉得他们几个人能撑到最后一天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咱们出去找点吃的吧。以咱们现在的身体状况。 这帮孩子高兴得太早了，看他们开心的样子，真不忍心告诉他们，后面还有终极考核。那等回训练营以后再宣布吧。我们做到了！走，走。 野外训练不仅仅是要考验大家的生存能力，还要考验大家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，这将对大家今后的保镖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火狼女，这次非常有团队精神，在她的带领下，你们共同面对压力，所以说呢，我准备给她10分的额外积分作为奖励，其他人顺利的通过考试，恭喜你们。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成功进入烈火神盾了？想进入烈火神盾，还需要通过最后一次考验啊？为什么呀，教官？不是说好野外生存就是最后一个考验了吗？怎么还有啊？对啊，保镖行业不是最讲诚信守诺吗？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？你们还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最后一个科目吗？你们好好的回想一下。 我将把大家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进行一周的野外生存训练，在那里
没有教练，没有规则，只有生存。只有大家通过了每个科目，你们才有机会正式成为我们烈火神盾的一员。如果通过不了的话，将会被淘汰。回想起来了吗？好，既然回想起来了，咱们现在就到会议室去集合吧。请。怎么又是你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，这次行动呢，我们是严格按照实战要求来要求大家，给你们提供的信息呢，也是你们应该知道的。如果不提供的，谁也不许问。另外，这次会产生颠覆性的结果，你们八个人有可能全部会通过，也可能全部被淘汰，明白吗？好了，下面由柳教官跟你们介绍一下。这次实战检验和上次实战训练规则大致相同，需要你们保护的要员就坐在这儿。教官，那我们这一次怎么分组啊？是我们自己决定还是？不用分了，你们八个都是护卫组，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我提醒你们千万要记住，这次你们面对的是个以死相搏的杀手，也就是说，不仅要做到提前发现、及时阻止，还要考虑将我制服，否则的话，我会不断进行攻击行动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终于有机会挑战我了，对吗？不对，我在想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来打败你了。祝你成功。明天一大早，要员会前往东方商场采购某种贵重的物品，然后前往完美西餐厅与总教官进行会合。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要员安全到达会面地点。嗯，还有一点我必须提醒大家，你们的对手会使用任何的攻击手段来对付大家，有可能是狙击、投毒、刺杀，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，所以大家应该有个心理准备，这就是你们应该知道的信息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现在解散，都准备吧。等一下，他们刚才没有说任务开始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实施保护。这就开始了？您就别演了，如果刚才您跟柳莎一起出去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被淘汰了，对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从现在开始您就是受我们保护的要员，能不能麻烦您跟我们一起去趟后勤处，我们需要领取必要的装备。没问题，这个我可以配合。谢谢。那您今晚住在哪里？给我安排了个独立宿舍，就在你们训练营里面。明白了，大家打起精神，这场仗我们必须要赢。嗯，放心吧，长官。请。嗯。大家分头工作，粉红棒检查信号源，巨量检查外部环境，白沙云豹你们在外保护要员，我还有刺风魔鱼我们进去检查内部环境，大家千万不要疏忽任何一个细节。
快了，你们先讨论一下沿路的安全问题吧。好。我有个问题，请求发言。大少爷，你最近怎么了？这么有规矩，有话赶快说。是这样的，你们看，这三个地点离得这么近，分明是故意安排的。这等于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半路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不一定吧？从训练场到商场，从商场到餐厅，全程环城高速，就算专业的杀手想在车辆快速的情况下动手，那也太困难了。更何况我们只是实战训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那个妖女再变态，她也不能下这种狠手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们看这里，他们从高速公路下来，必须经过这个地方掉头，才能够到达商场。这个地方车辆行驶缓慢，我想应该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动手？提前进入引导位置，等他们进入弯道以后强行截停，接着开枪射杀。虽然我们用的是颜料枪，但是在闹市闹出这么大动静不太合适吧。头儿已经打好招呼了，这个地段的执勤警察会帮着我们维持秩序。那作为一名杀手，是不是应该选择有利于逃脱的路线？这次的规则允许自杀式袭击。下了高速必须在这个地方掉头，我估计路况稍微差一点的话，车速一定会在20公里以下，甚至有可能完全停止，这简直就是活靶子。有道理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们从中途下高速，从这里向北方驶，去往双龙大道，然后往东行驶到商场南面。下高速呢，这一路都是右转，应该是畅通的。小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看这办法可行，就用这个方案吧。还有，我说了很多次不要叫我小弟，叫我虎狼女。搞定了。备用计划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可能，尽量别让他们进入商场。那狙击？我预定了商场对面酒店的房间，而且位置非常好，正对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。如果是你执行任务，会遗漏对关键制高点的排查吗？他们要是离开了商场的话，就基本失去了行刺的机会。如果狙击失败，我们也做好了备用计划。我和商场保安处已经打过招呼，取得了电梯控制权，预定购物的商铺已经布下炸弹。如果以上计划全部失败，就强行动手。强行动手？柳莎，我再考虑一个问题，半路拦截用颜料枪行刺是一码事，但是到了商场的话，这样恐怕不太合适吧。你觉得我在刻意刁难他们吗？严格要求不是为了他们好吗？到了关键时刻，站在关键的位置，拥有关键机会的那个人是个不合格的次品，我想这一点不用我多说，你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。既然计划都定好了，我去做准备。秦生，我之所以选你当我的最后一张底牌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实力。你不要太大意了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段时间我们把这帮新人教得还不错。这么复杂？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之前实战训练的时候哪来那么多自信呢？复杂成这样，这说明我们进步了，赶紧定制路线吧。不是，这种开放区域怎么设定路线啊？先别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咱们到达停车场以后，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到达商场一层，是坐电梯呢还是扶梯呢？直梯。
直梯空间封闭，相对安全。我反对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种时候选择电梯是对的，但是别忘了，给我们下达命令的人就有可能是杀手。妖女的准备时间比我们更要充足，不能排除她对电梯做过手脚。封闭空间，我们连逃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支持小弟，不是，我支持火狼女。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关键是我们不知道陈老头他具体要去哪家店，到底要买什么东西，我们连目的地都不知道，怎么制定路线？这倒是个问题，但这没什么好办法，咱们只能随机应变了。那我们就在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做个标记吧。上下扶梯时的对象行人，消防通道，洗手间，店内试衣间，垃圾桶。垃圾桶，现在伦敦大街上的垃圾桶都换成了透明塑料袋，那是因为恐怖分子经常向垃圾桶里扔炸弹。铁质垃圾桶不仅不容易发现目标，而且铁片容易带来杀伤威力。可是我们也不可能翻遍每一个垃圾桶。那就尽量隔离，经过的时候实施物理隔离。是，关键时刻就得带上我们的人肉护盾。巨亮，交给你了。为什么是我？你面积大呀。那大家注意，分组做一个商场楼层的地形图吧。等明天我们知道具体商店以后，再重新设定一个安全路线。这个问题交给我了。这么厉害啊？这商场里面少说都有上百个商铺的。一共168家商铺，除去发型设计和女性用品专柜。放心吧，这是粉红豹的强项，交给他准没问题的。大家早点休息吧，咱们一会儿还得换岗。好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狙击手。完了，咱们宿舍对面的办公楼就有狙击点。交给我。这倒是个问题啊。这怎么办？你看这儿，商场至少有50多个窗口是对着我们停车场的，不可能完全都防住的。交给我吧。哎，爸，明天有任务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哦，这栋大楼是威胁要员宿舍的狙击点，我得好好排查一下。你觉得现在排查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您这是干嘛去？啊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去。那行，你排查吧。哦。
这怎么下高速了？出于您的安全考虑，我们制定的路线会比较保险。那会不会耽搁时间呢？不会的，您放心吧，最多会耽误5分钟。您这次有没有具体的购物计划？还没有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。好，明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您好，请出示身份证。对不起，我有急事。您好，麻烦快一点，我有预定。您是中国人？身份证上不是写着呢吗？我跟你说的不是中文吗？好的，请稍等。柳小姐，跟您确认一下，您预定的是302。是是是，请你快把房卡给我。啊，好的。前面右转是电梯，3楼第二个房间就是您的。3楼，我订的是10层的海景房。您之前确实订的是海景房，不过昨天已经改成特价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特价房就是没有窗户的房间。谁允许你们擅自给我改房间的？您稍等，更改您房间的是你们公司的关小迪小姐。哦，对了，她预祝您入住愉快。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本人？赶紧给我换回去。之前预定您房间的是你们公司行政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通知。什么人？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他们更改了我预定的房间。还算聪明。他们准备的不错，做好强攻准备。这还是第一次听你夸他们。这次是实战检验，你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这阵仗太大了，都影响别人做生意了，干脆我直接把东西买了啊，早点去餐厅吧。 OK， 都听您的，您想好要买什么？香薰在几楼啊？C区19号。好，那你带路吧。 OK。陈先生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七吗？啊，对，没错。陈先生，您请。好。先生您好眼力。哦，
这是进口保多利亚的玫瑰精油，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？啊，送人。哦，那就更好了，本店只有一套，也是限量版。是吗？嗯，那就这个吧，给我打个包。嗯，行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陈先生，让我先检查一下。好。这个送人很有纪念意义。是吗？嗯。好，我帮你。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？刷卡。哦，那您就这边请。好，您输一下密码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按 POS 机的时候犹犹豫豫的，他那么年轻，应该不是得了健忘症。这就说明你给他的 POS 机是旧的，上面的字符都已经模糊不清，所以他才那么做。但是你给我们的 POS 机为什么这么新？哦，陈先生，您太厉害了。哦，这款精油熊总已经给您付过钱了，您直接拿走就行。好。嗯，好。那就是说，刚才我这手指如果按下去，就会炸得粉身碎骨。嗯。嗯，陈先生，这边请。啊，拿好。慢走啊。任务解除，我们已经安全了。任务还没有结束，别大意。我想去趟洗手间。前面右转。好。陈先生进去，你们在外面守着。嗯。有情况。怎么了？巨熊跟柳莎在里面打起来了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进去帮忙啊。不行，我们现在保护耀元为重。鱼帽子掉，要你们俩赶紧进去协助巨熊。好，我们赶紧走。啊，陈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
等等，有情况。就知道杀手不止一个。樊红豹，送陈先生上车。好。走走，小心。这么久，你们的火候还不够啊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要不一会儿妖女过来就完了。那秦教官怎么办？放心，这个不会造成生命危险，他一会儿就醒了。两个先看住他，过五分钟后就当警察来了，我先去跟他们会合。哎，巨亮，粉红豹，你看火狼女和白沙同处一处，你怎么想的？有什么可想的？什么都没想。发起飙来，太恐怖了！我以为他连我都要打，连柳教官都猝不及防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啊！要是换我挨那几下，恐怕现在已经见阎王了。哎，你说，怎么每次苦差事都让咱俩干？谁说不是呢？把咱俩留在这儿，他们先跑到总教官那儿邀功去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说，现在我们追上去还有机会。队长，队长，刚刚巨熊发起飙来，太恐怖了，我以为他连我都要打，连柳教官都猝不及防，我们拦也拦不住。教官，你的学员已经顺利完成任务，都给你带回来了。你们想干嘛呀？有过两次刺客，就可能会有第三次。昨天晚上我在狙击点附近碰到你，应该不是巧合吧？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的话，是不是任务就失败了？熊教官，你的这批学员真的不错。经过一年的训练，你们已顺利通过了。来吧，来入席吧。你怎么样？出去入席。坐吧。
哎，巨亮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来吧。首先呢，祝贺大家。哎，秦生，秦生，你干什么呢？六杀要是出什么事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幸亏送来的及时啊，没事就好。那现在我们能进去看看他吗？你们还是让他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他让我转告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新人们这次表现都很好，发生这点小意外也是因为以前他出手太重了。他还说他不愿意因为这点小事情而去追究谁的责任。嗯。秦生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啊，就此打住，不允许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在这儿陪着柳莎吧，其他人给我回训练营去。没想到柳教官这么大人胆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错误确实不应该归咎在巨亮身上。是我没弄清情况，就这么激动。去吧。嗯。终极考核的最后成绩终于出来了。你们中间呢，有五个人顺利的被录取。我现在来念一下名字。第一名，关小迪。第二名，梁大威。Yes。第三名，张燕。第四名，玛丽。我也过了。好了，又吓死我了。没关系的，下次再努力吧。第五名，崔天琪。怎么可能？凭什么我被淘汰啊？